们最近真的超忙的，娜娜也在忙，狗也在忙 ，Max 好像在忙吧，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今天我是一定要给大家来去拍一下这一台 CT4 的，因为这个车最近的呼声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，所以呢，就今天啊，其实给大家拍一个 Vlog 啊，简单去体验一下这台车。我觉得光从这个外观上来说，我是更喜欢 CT4 的，因为它更像我印象中的凯迪拉克，它整个线条会更硬，而它尾巴这个位置呢，它的这个溜背的线条呢，其实我觉得是比 CT5 更加流畅的，因为它没了那一个三角窗的那一块塑料饰板，包括这个天然的这个鸭尾啊，我觉得这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后排大家自己看吧，就是它的后排空间呢，就是一台标轴的 ATS-L， 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也不用多去体验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因为特殊的时期啊，现在厂家都不搞试驾会了啊，这个直接都把车送到我们这里。不过这跟我们一般的试驾车不太一样，就是。